各位旅客你好，这里是来自机长的广播。我们预计在10分钟之后抵达纽约甘乃迪机场。现在当地时间是下午4:50，气温是35度。请您系好安全带之后准备降落，头手不要伸出窗外。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搭乘，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，谢谢。一边下降的同时，要一边对准跑道。在这个水平仪的右边有一个垂直的速度啊，这个垂直的速度不能下降的太快，不然在跑道的还没有进入跑道，可能就会坠毁了。一边进场，然后一边观察这个垂直的速度。再对准一下，有一个右边来的侧风，好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好，这个时候加一点油门，慢慢的把机头稍微拉一下，中间那个蓝蓝的就是要降落的点了，哦，飞机歪了歪了，拉回来，拉回来。慢慢的靠近，好，拉机头，慢慢的降落，着地。这个时候踩刹车，这样飞机就慢慢的降下来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还不错的降落，软着陆。这种降落乘客都非常舒服。哦，看到分数，这个现在这个分数是95000分，5000多分吧。这个那边有一个世界排名的行列是2310名。